看看这些护肤误区，你中招了吗？一，洗脸前不洗手，直接洗，手上的细菌是脸上的好几倍，脸越洗越脏。二，擦完爽肤水一顿乱拍，看似促进吸收，其实都被挥发了。三，从来不用面霜，擦完水乳就直接睡觉。其实面霜作为护肤的最后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保护膜，可以有效的锁住水分，像我们之前用的水乳精华，它就可以很好的给我们锁在里面。另外用的这款克莱尼的面霜，它不仅可以保湿，而且还可以抗氧提亮，它里面添加了王牌抗氧虾青素。那虾青素呢，最近也是特别火的一个成分，它是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，是维 C 的6000倍。像我这种比较爱熬夜的，我睡前我就会擦一层厚厚的这个面霜，它这个真的很好抹开，不需要乳化，很方便。芝士来盖质地，淡淡的苦橙花香，其实它的质地真的是很丰盈的，一点都不油腻，也不需要乳化。像这种质地的油皮的就会很喜欢。睡前用这款面霜，无论你熬夜熬得再晚，第二天起来依然感觉皮肤状态很好，一点都不会暗沉，因为它是虾青素面霜，真的是平价中的战斗机。今年我用过这么多面霜中，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了。学生版的补充，能有多拼？喝不完的酸奶不要扔，加一勺珍珠粉，搅拌均匀抹在脸上。里面的乳酸菌可以温和去角质，酸酸甜甜的，好想尝一口。再用保鲜膜包住5分钟，撕掉，用清水洗干净，坚持一段时间，皮肤白得发光。二，下巴有大片小颗粒，用卸妆油擦在下巴，轻轻打圈，按摩1分钟，洗掉，再用化妆水湿敷5分钟，最后再抹上唯一，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光滑啦。三，嘴唇干燥起皮，用细砂糖加蜂蜜，搅拌均匀抹在嘴唇上，指腹打圈按摩1分钟，这样唇部死皮都下来了。再擦一层厚厚的凡士林和维 E 涂抹均匀，再盖上保鲜膜5分钟，这样嘴唇瞬间换皮，水润又 Q 弹，男朋友直接爱上。四，刷牙时挤完牙膏再沾一层牙粉，这样刷牙齿又白又干净。五，眼周上擦上精油渗透皮肤，用拨筋棒按摩眼部黑眼圈处，从里往外刮，可以淡化黑眼圈，清澈有效。